出卖我！从小师傅就说我天分不如你，说我打不赢你，我不服气。今天我一定杀了你，那也不用杀我全家。皇上下令，今天一定要全家人都回去。 投靠朝廷没有什么好处，荣华富贵，每个人都希望就为了荣华富贵。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？